大家好，我是 MKC 主播心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企业资讯收集与处理中的资讯共享的矛盾。随着企业营运的数位化加速，资讯储存设备越来越廉价，资讯处理已成为管理学中热门的议题。当我们沉溺于从一堆的数据中找到有用的资讯，却往往与管理的人性与实务面脱节，落入了为了收集而收集的陷阱。而资讯处理规范也大多着眼于安全性与使用层级授权，反而忽略了与企业营运流程的连结。下面有几个案例，这个案例我们将看到一个简单的资讯收集的作为将会牵动组织多少管理的要素，进而了解资讯要如何与企业管理中作为结合。资讯长 David 最近将公司里所有的客户与潜在客户名单做一个统整，以利管理使用。公司主要业务是会贩售旅游行程，在全台共有四个分部。然而各分部主管不是象征性交差了事，就是直接拒绝分享客户名单。经过了访谈各部门主管之后， David 才发现这件简单的资讯收集工作背后牵扯了各部门的利益问题。问题就出在统一应用这个点上。对各分部主管而言，客户每年会用在旅行上的预算大部分是固定的，把客户名单分享出去的结果就是让自己的客户的旅游预算被其他业务单位分享，或是被其他业务单位去滥发行销讯息。此时 David 才发现，企业内部的资讯收集与应用和企业运作的流程以及内部的个体权益是纠结得如此的深。透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分析出以下几点。一、资讯部门的独立性的危机。大部分企业会以功能别来设计组织架构，相较于研发、生产、业务这些生产链上连结较为紧密的部门，资讯部门尝试一个独立运作的体系，其解决问题的思维尝试以系统处理解决公司资讯的需求。此时资讯部门的独立性容易让其忽略在工作流程背后各部门的权益，而陷入这种隐性的危机中。二、价值的不认同可能是沟通不足。沟通不是在于说清楚要做什么，而是从对方的立场做出发，让他理解这样的做的理由，这么做之后你可以如此应用资讯来得到好处。这两种的表达方式的差异在于从谁的立场出发。前一种是从自我的立场出发，想把我认知到的事情告诉你，而后一种才是从对方的立场出发。企业内部的沟通应该多用后者的表达方式。三、资讯的应用把关。资讯应用的把关不是单纯的以系统或流程来控制，而是要应与应用方的权责结合，让该用途的负责人对业务范围内的资讯应用进行把关。如果有许多单位，则在制度上做设计，也要进行平行通知的考量。最后，对扩张中之中型企业的建议，对于正在扩大营运规范规模、调整内部资讯流程的中型企业，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点，资讯资源的有价化。资讯在营运中的价值将结合资讯的意义来做延伸，连接到各营运作为来设定各种 KPI。例如，一份商情报告可以在业务开发中占多少比例的作用，判断资讯于交易过程中发挥的影响力。二、用管理制度避免矛盾。机制设计的重点在于沟通与控管，保留各方利益周旋的弹性才是制度可以接受的前提，而沟通则是达到这种目标的关键。控管则是尽可能的透过这样的制度让资讯应用有明确的规范，要精确的订定出各种情况下的使用条例与负责监督审核的权责架构。
三，以价值链的观点与营运流程的结合，以仿效制造业的价值链的概念来进行企业内部资讯流的建构。这就是从原始零散的资讯收集到汇整成可读的商情资讯，进一步变成管理者可用的决策依据的流程。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资讯价值赋予行为，而组织整体就可以透过这些的资讯应用行为的汇整，让营运流程中各种资讯应用与资讯整合。最后，企业内部资讯的流通是为了加速沟通，却常因为沟通不良反而造成困扰。建议资讯部门的人员不单只是具有技术背景而已，而是要对整个营运流程有深入了解的人，这将会避免过于独立的机制出现。如果还想看更多的案例分享，可以上 MKC 上面做搜寻。谢谢。